李小姐。去当值？是。我爹爹今日去找了陛下议事，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吗？李小姐，有话就请直说。哟，陛下的两个女儿在交锋呢，去打探一下，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。好嘞。他们想找一个人去卢从，跟宁河留下的人重新接头，掌握卢从的军情。那个人第一要可靠，第二要武功高，能躲过裘子良的追杀，第三要不怕死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这个人是谁？多谢李小姐指点。小姐，此人就是程若愚啊！听说昨太皇太后给了他桃夭镯，桃之夭夭。你看他像有此等福气的人吗？当然没有，只有我们小姐才能配得上陛下。那人就是楚国公的义女。是。陈印台等不到陛下的授捷，眼下正在变本加厉地笼络各部。史权中留给宁河郡主的势力如今失去了倚仗，其中有人已经投靠了陈印台。我们既然能利用这些人，裘子良也能，他们一定是事先商量好了什么，所以才杀了宁河郡主来泄愤。是主之人果然奸狠。臣当年到卢从为宁河郡主送亲时，曾经见过这个陈印台，其人虽貌不扬，但听说做事果敢，对于练兵是很有一套。就算郡主在世，留在卢从的人也不能确保掌控局面，所以我们这次派去卢从的人一定要精挑细选。除了能联系上史权中余党，最重要的是要摸清卢从的局面，掌控住局势，让陈印台不敢轻举妄动。陛下，陛下，臣愿前往，臣望能替陛下分忧，前往卢从。此事已经有其他人去做。陛下打算派谁去呢？这个你不用知道。李大人，您有人选吗？这……如果您没有人选的话，您觉得我可以吗？退下。李大人，希望您能劝劝陛下，让我去吧。朕不许。前往卢从的人由陛下来做决定，臣先去处理正事。起来。朕对你另有安排，王叔要回隐居处，朕对他的安全不放心。让玉娘陪他去。王叔点名要你。卢从现在情势不定，很是凶险，更有裘子良在旁虎视眈眈。我不怕，我有办法。也有办法。
你对狗皇帝还真是忠心耿耿，还要亲自去卢总。你跟我一起去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跟我一起去。 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太皇太后赏了你桃夭竹子，特来见识见识。我已经还了。这回学聪明了。也对，不般配的东西，早些还了也好。我不般配的话，难道跟你就般配了吗？你可千万不要忘了，陛下可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拒绝过你。 怎么？吃醋了？还留着这个祸害呢？呸！你这个出卖主人的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还是杀了吧，他这般恨我，终归是后患无穷。我可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杀人。不杀人？说吧，你今天过来到底有什么事？听说你要去卢丛，宫里头这么多耳目，你觉得你能瞒天过海的平安抵达卢丛？ 所以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。